金总，你找我啊？来，先坐再说。哎，小孩啊，多大了？20。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啊，我有个女儿呀，比小一点，你介意吗？哦，她不介意的话，我没问题啊。那行，那就先试着再说。啊，你放心呀。我还能生啊？咱俩试试啊？哎呀，咱俩不合适吧？不合适？不合适。哦，你一个月多少钱呢？3500。给我当助理，一个月给你10000。这每个星期啊，周二休五，你能干吗？能。喜欢车吗？喜欢。那男人以后呀，开这个。哦。抽什么烟呢？抽白酱。油抽这个燕窝小金砖，这里面添加了燕窝，口感更柔和顺畅。24K 黄金即视感，这包装呀，跟你朋友聚会，男人也有面子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好，那再问你一遍，咱俩能试试吗？试什么呀，宝贝儿？来，腿酸了。啊哈哈哈。